先会爱自己，再去爱别人。欢迎收听《阅读茶坊》。夫君寻边归来，带回了他死去多年的通房。我得知这个消息时，手中正绣着给继子望儿的护膝，绣花针刺破了指尖，在绸缎上留下殷殷血点。沈玉安歉疚地说：“锦书都说人死不能复生。” 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她当做逝者尊重。可月娘既然回来了，我必须给她一个名分。当年在她出征前，为了留下个血脉以防意外，婆母为她纳了一个房中人。后来林双月生下儿子后，沈玉安有意将她扶正为妻，可婆母不想让一介丫鬟当儿媳，便秘密把她送去了乡下安置。 对外则称林双月已病死。等到沈玉安出征归来，只剩下黄土一抔。此次他外出巡边，路过一处田宅休憩，这才意外与他相认。我心头一紧，年少永失所爱的月光，骤然重新照进了他的生活里，他自然为此动容。我沉声问：“你曾答应永不内妾？” 那我这个明媒正娶又算得了什么？沈玉安叹了口气：“锦书，他只是个妾室，我与他十年未见，已无情义可言。止于恩情，我会把他安置在别院，让他见一见望儿。其余的不会再有。我嫁于沈玉安时，他早已有陪伴多年的通房。他初心萌动的情事，初为人父的欣喜。” 桩桩件件都与我无关。沈小侯爷来将军府提亲时，我本是坚决不肯的。可旁人告诉我，那外室已病逝多年，他有庶子，嫁给他就不用被逼着生儿子了。新婚夜，沈玉安握着我的手，目光如灼。从前我不通情爱，如今遇见你，方才知情滋味。我娶了你。 以后只会对你一个人好，此生别无他求。而婚后，沈玉安也的确与我恩爱非常。林止春深千岁酒，莺声日暖四十花。我对继子沈望悉心教养，视如己出。在他半夜高热不退时，不惜冒着大雨亲自去敲药房的门，替他抓药熬药。如今。 女儿玉书也已经八岁，可我从未想过那个外室还能死而复生，闯入我们的生活里。那一日，我第一次见到了那个传闻中的外室。林双月。即使在乡下宅子里住了十年，依然不见什么风霜苦病。当年被塞给沈玉安时，她才不过十四岁，如今二十四岁的他，更添风韵。 腰身更是盈盈一握，如妻子捧心。还未待我开口，沈望便如满泪水，急切地撞开我，扑入他的怀中：“娘亲，你终于回来了！”林双月眼泪汪汪地望了我一眼，更是拉着沈望给我下跪：“妾身多谢夫人高抬贵手，容我们母子相见，大恩大德莫敢忘怀。” 他说的凄婉动人，仿佛这么多年他被迫假死的遭遇都是因我而起，连沈玉安都不禁红了眼尾。好一出母慈子孝的折子戏。早就听说爹爹要接你回来，我还在那个坏女人身边装了那么久，好不辛苦，现在终于不必掩饰了。得意之余，沈望几乎是脱口而出。 沈玉安脸上的笑容微微止住，斥责道：“望儿，不得胡言！”我神情冷漠，绕过地上的母子，来到沈玉安身边。“夫君，我们谈谈吧。”我已经意识到此事绝没有这么简单。此时此刻，屋内只有我和沈玉安两个人。你早就知道林娘子的事，对吗？她每次撒谎时。 耳垂都会发红，在我步步逼问下，沈玉安低下头去，终于坦诚了事实。夫人，对不起，我一年前便知道了他还活着，只是怕你难以接受，所以才借这次巡边带他回来。心中的猜想被验证，一年，他的心牵挂在另一个女子身上，我竟浑然未觉。我忽然冷笑。 夫君瞒我瞒得好苦，锦书，这件事只是个插曲，我保证不会再对你有所欺瞒，好吗？他的眼底有纠结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证明给你，我是个男人，对他们负责是我应尽之责，但我可以克制住自己的心，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。沈玉安紧紧拥住我。 我在他怀里沉默的叹了口气，我也很想如此。我也希望林双月的出现只是个意外，很想我和沈玉安能继续携手共度余生。毕竟他在成婚的十年里的确是个很好的夫君。然而直觉告诉我，恐怕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顺利。果然，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。 院内就传来一阵惊呼，是女儿的求救声。我不顾一切的推开沈玉安，却震惊的发现沈望正洋洋得意的站在池边，眼睁睁看着妹妹跌入了水潭中挣扎。十四岁的年纪，力气甚大。他见我出来，眼前一亮，奋力将我也推入了水中。去死吧！你们都给小爷滚出去！ 我娘亲回来了，哪还有你们的地儿？初春刚刚解冻的水面，我落水的一瞬间，只觉寒凉彻骨。我不知是怎么生出的力气，在浑身即将冻僵时，拼命游向舒儿，和家丁一起将他救上了岸。舒儿，我的舒儿，我泣不成声，紧紧抱着舒儿，像抱着一件失而复得的珍宝。 我的女儿刚刚只差一点就窒息而亡，我差点就永远失去了她。沈玉安目睹这一切，可即使知道了，也没有惩罚沈望良多，只是斥责了一番。我的心已经凉了半截。侍儿二话不说，上前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狠狠甩了沈望一巴掌，“啪！你敢打我！” 沈望震惊地捂着脸，眼里满是讥讽和恨意。“爹，你看呐、啊，你的这位夫人可终于露出她的真面目了。其实你这一巴掌早就想了很久吧？”林双月也忍不住悲泣道：“我儿命苦啊，养娘不如生娘亲，他又怎会真心疼你？”沈玉安皱起眉来阻止我时，我的手仍在颤抖。 我扪心自问，无时无刻不是把沈望当做亲子对待，事必躬亲，可换来的却是他的离心背叛。十年养育之恩，终究抵不过人心隔肚皮。沈玉安怒了，他箍着我的手，将我的手腕掐得青紫。宋锦书，我劝你适可而止。原本我也没有想纳妾，只是人死复生。 事出有因，这等喜事，你一定要闹得如此不堪吗？我苦笑，只觉天旋地转。沈望是你的孩子，舒儿难道就不是了吗？他不再回答了，紧抿下唇，犹如看着一个陌生人。夫人落水失心疯了，等你恢复理智，本侯再来看你。他牵着沈望的手。 毫不犹豫推门离去，只留下我正在原地。林双月紧随其后，临走之前轻飘飘的在我耳边说：“放弃吧，宋锦书，你如何能追平我在他心中失而复得的位置？你的女儿如何能取代这侯府唯一的长子？侯爷心里的人始终都是我。”他们一家三口站在一起。 嘘寒问暖，显得我犹如一个局外人，而我的心却像是突然安静了下来，其他的念头纷纷消失，只剩下一种。与此同时，流言比风更快，在京城里传开了，人人都说侯府的夫人善妒泼辣，容不下一个外室，容不下一个庶子。可怜那庶长子，十年未见生母。 还要被我这恶毒的继母当堂掌官。那一日，林双月进门了，侯府里红绸高街锣鼓喧天，像极了迎娶我时的场景。沈玉安说不会与他过夜，可那一晚终究没有出来。翌日，他来见我，心虚似的向我解释：昨夜我喝醉了，只是在那里歇了一晚。 并未行周公之礼，你莫要多想。我冷漠的别回头去，不想理会他。可沈玉安却对我提起了淑儿的婚事。昨日宴席，我已为淑儿说了门亲事，是程老将军的嫡次子，待他及笄以后嫁过去，父母之命，早些定下来也是好事。 程玉是宁安侯府麾下多年的将军之子，已升任副将，算得上年轻有为。可他比玉书大了七岁，已经有了两个通房。这短暂的一生，我已经无法圆满，却不想让我的女儿也过这样的人生。我摇了摇头，我不想让舒儿在本该肆意成长的年纪早早成婚，还要为男人生儿育女。 更何况，他日后的夫君必须是清清白白，没有碰过别的女子。沈玉安神情僵住，震惊的看着我，他脸色惨白。锦书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平静的说：“就当如世人所说，我是个心胸狭隘的女子，见不惯你与别人浓情蜜意，所以我们和离吧。” 看着我递过来已经写好的和离书，沈玉安不可置信。就因为我接了望儿的生母在别院住，你便要与我和离？我不想与他纠缠，淡淡答是。沈玉安手掌握得指节作响。锦书，你可知，按照我朝律令，女子提出和离者要受滚钉板之刑。你想与我和离？ 这辈子都不可能。他说罢，就红着眼撕毁了和离书，摔门而出。我慢慢捡起碎了一地的和离书，却见舒儿不知何时哭着从角落里跑出来。我柔声问他：“舒儿，娘亲不想待在这里了，你愿意跟着娘亲走吗？”他泪眼朦胧地点点头：“我愿意。” 可是，爹爹说为我去谈了亲事，若我不嫁，就是丢了侯府的颜面。我摸着女儿不停颤抖的手，你的婚事，任何人也不能勉强你，你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。你爹不行，我也不行，谁都不可以。作为将门之女，未出阁时，我也曾是不服管教的性子。 甚至女扮男装混入过军营，当了一年兵痞子，而嫁于沈玉安这十年，我为了他对镜理云鬓、洗手做羹汤，只是因为我爱他，并不代表我拿不起长缨了。他不知道，就在他带回妾室那一日，我已经下定了决心。翌日天刚亮，我就卸去钗环首饰，放下了象征为人妇的盘发。 只带了一只出嫁前喜欢的碧玉簪，淡妆素裹，孤身一人走向了京兆府。京兆尹原本听闻我的身份，恭敬的出来迎我，却在听到我的来意后神色大变。我来求一纸和离书，大人所付出的代价我已知悉。京兆尹愣住了，低头对小厮耳语了几句。 那小厮立刻快步跑了出去，应该是去找沈玉安了。他叹了口气，仍在劝我：“沈夫人，丁床之行，连七尺男儿都未必受得住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”我摇了摇头：“我不叫沈夫人，从今往后，你们有必要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宋锦书。” 外面看热闹的百姓越来越多，若非有重大冤情，怎么会有人来滚钉板呢？还是个贵妇人，早就听说侯府夫人在出嫁前就不安于世，竟还曾混入过军营中，与男人同吃同住，实在下贱。是啊，听说他当了后娘还虐待人家长子，他这是来做做样子罢了。 不过是些内宅争宠手段，拗不过我执意，金兆尹只好挥挥手，命人抬上一张两尺长的钉床，上面有九九八十一根铁钉，锋利无比，要在身上扎出八十一个窟窿。我毫不犹豫躺了上去，闭上了眼睛，伴随着周围的惊呼，无数铁钉刺破肌肤，鲜血汩汩溢出。 染红了我的素衣，脑海中唯一的念头更甚：我与他生生世世不负有情也。巨大的痛楚将我淹没，即将晕厥过去时，门外一个熟悉的身影急匆匆赶了过来。我艰难地爬起身，浑身是血，虚弱地对京兆尹说：“现在可以给我和离书了吧？” 金兆尹早已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方才轻视我的人群也不再出声，耳边万籁俱寂。他慌忙点头，取出一份和离书，在上面提笔写上我和沈玉安的名字，加盖官印。可以了，自然可以。沈夫人不，宋姑娘，这是官府的印，具有合法效益。 随后，他恭恭敬敬的递给我，我咬牙接过，多谢大人。不远处，那熟悉的身影已然疾驰下马，冲开人群，焦急的上前搀扶住我摇摇欲坠的身形。妹妹，抱歉，我来迟了。我已知今日变故，为防止自己撑不住，提前通知了娘家哥哥赶过来。 兄长宋云逸原本在北关戍边多年，前几日终于归来。多年边塞苦寒，我已快认不出他的样子。他心疼地揽住我，喂给我一颗止血固气的丹药，将我打横抱起。不怕，哥带你回家。彼时，沈玉安终于姗姗来迟，在看到血泊中遍体鳞伤的我时，彻底怔住。 我看到他骤然红了眼眶，锦书，宋云逸只是冷漠地睨了他一眼，强忍怒意没有发作，径直抱着我从他身边走过，却被沈玉安拦在了面前。他来的匆忙，连衣扣都不曾系好，指着薄薄里衣的胸廓，因急切起伏不已。宋将军，你要带我夫人去哪儿？你不知道。 男女授受,受不亲吗？而宋云逸只是冷笑道：“她是我宋云逸的妹妹，我带她回宋家，天经地义。而今和离书以下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”不，锦叔是我的妻子，我从未承认和离。身后的沈玉安还在惊惶的嘶吼着，死死拽住了哥哥的腿。没想到被宋云逸抬起一脚。 当胸一踹，狠狠踢开他，当即吐出一口鲜血来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我被带走。时隔多年，我再次回到出阁前的卧房，这里被打扫得一干二净，陈设连一丝变化也不曾有。下人们说是父亲的安排。见到我的模样，父亲气得急火攻心。 声称再次见面必然打断沈玉安的腿。兄长给我带来了他在边关时用的最好的金疮药，又请了京中最好的郎中替我悉心医治。玉叔这几日小住在我闺中密友家，而今也被我接了过来，改姓宋。巧的是，沈老夫人从前不肯让他一女儿家的名字上侯府族谱。 只允许沈望上族谱，所以改名一事十分顺利。养伤期间，兄长时常带着叔儿出门，买来许多新奇的玩意回来哄我开心。仅仅你还记得你少时，旁的女子都在闺中琴棋书画，偏你非要舞刀弄枪。那时候京中的花朝宴上，旁人都在讨论。 如何成为将军夫人？他们都说要在他还是个小兵时嫁给他，可你当即站出来反驳：“不对，应该在他还是个小兵之时杀了他，这样就可以做女将军了。”这么多年的事，兄长还记得？咳咳咳！我忍俊不禁，牵动了伤口疼痛，不禁咳嗽起来。他连忙替我掖好被子。 自责了一番，叹息道：“你自小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，敢爱敢恨。如今做此决绝之举，我甚至都不觉得奇怪。我只觉恍然如梦。天不怕地不怕的宋锦书，已经多少年未曾见过。可只有我知道，自成婚以来，我的心早已是一片荒芜。” 人人都道沈小侯爷年轻有为，我须得恪守本分，不能丢了他的颜面。于是重新学习女工，执掌中馈，侍候婆母，半分也不敢行差踏错。曾经我以为嫁给谁不是嫁，同样要失了自由，困又内宅，倒不如选个顺眼些的。 可当秦四和明那些恩爱的假面被撕破，方知败絮其中。我大病一场，高烧连续了三日，伤口初初愈合的那一天，沈玉安来了。他登门求见，遭到拒绝后，便在大门外长跪不起。他声声嘶哑，只祈求着同一句话：“求岳父大人开恩，我来接我妻子回家。” 无人理会，府卫亦不敢强行将他扭送走，只得任由其跪在门前。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，沈玉安身形挺立，直挺挺的跪在雨里，长达两个时辰。终于，我爹忍无可忍，将他唤进院门。我在屋内喝着药，静静听着外面的动静。 我女儿已经被你伤至骨髓，你还有何颜面来这里？沈玉安惶急，硬着头皮跪在父亲面前：“岳父大人，我不求弥补一万，只求报得万一。锦书是我的妻子，理应回侯府好好安养。”可父亲只是不屑一顾：“这侯府算哪门子福祉宝地？能比我将军府更气派？” 更何况，沈小侯爷何曾把他当过妻子对待？父亲语气冷硬，不容置喙。既然我女儿与你和离，你不同意，硬生生让他受了这钉床之刑。你想见他，便先吃一顿家法再说。见沈玉安默认不作声，我爹拍了拍手：“来人呐，上家法！”吃完这一顿家法。 你便再也不是我宋家的女婿，哪来的就滚回哪儿去！几个家丁搬着长凳和四寸长的木板过来，一下一下打在沈玉安身上。一向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他，何曾受过这等苦楚？很快便痛呼不已，身后血肉模糊。这厢，我从屋内扶着门框，慢吞吞走了出来。沈玉安。 你我夫妻已恩断义绝，你想见我，想说什么，就此说尽了吧。沈玉安颤巍巍站起身，他踉踉跄跄地走到我面前。锦书，我知道你是介怀我和月娘的过往，可我万万没想到你如此狠绝。我不想对不起你，两害相较取其轻，就只能对不起他了。 他决定为我遣散妾室，将林双月安置回田宅，告诉我一切都会像从前一样，求我回去。若不是你，我终身不再娶。我忽然笑了，定定地看着他。从前，他以为还能回到从前吗？直到现在，从沈玉安的眼神里，我仍能看到他是喜欢我的，毋庸置疑。 可这种眼神和他看林双月是一样的，他的爱并不完整，他的人，他的心都分了一部分给他的月娘，自然不配得到我完整的爱。甚至于对待子女，他都不是一个一视同仁的好父亲。我无比平静的对答：“你贵为侯爷，天下有大把女子可以对你趋之若鹜。” 只是我再也不会回到你身边了。他目露哀怨：“锦书，你当真如此狠心，竟要与我见面不识？”我举起手臂上触目惊心的定伤，还未愈合的伤口，刺痛了彼此的眼睛。沈玉安，这些痛苦我不会忘记，这些伤疤也永远不会恢复如初。 我宁可用你受鞭笞百倍的痛苦，也要换来一封和离书。你觉得我会不会见面不识？我没有再理会他，而是转身回屋，任由哥哥和抚慰将其扭送了出去。从前我只觉得真心最要紧，现在我才知道，真心是最不要紧的，唯有能握在手里的是最重要的。 在这个男子为既得利益者的年代，唯一求存的方式不是默默奉献，而是只求荣华权位，不图一丝真情。我从小就跟别的姑娘不一样，我不喜欢吟诗弄赋，亦不喜欢女工。我天生根骨奇佳，喜欢蹦蹦跳跳、舞刀动枪，还托兄长给我找过一个武学师傅。 是名扬河西的祝老先生。祝老先生原本隐居于世，待到江湖生变，天下有乱时，才出来匡扶苍生。只是年岁渐长，他便想将一身武艺传给一个接班人。我的天资实在是出色，跟着祝先生学了几年下来，就已经将他的兵法、武功学的精透了。 我师父也十分骄傲，时常感叹：“我身为女子，实在可惜。我应该去见一见真正的沙场，广袤的天地才应该是我的去处。”那年，为了逃避父亲给我定下的婚事，我曾经偷偷女扮男装进军营里，乔装当了一年的士兵，和将士们同吃同住，巧妙应对，未曾被发现。 在战场上，我计谋过人，屡建奇功，本要升为副将，可被有心人发现了是女儿身，将我举报，一时轰动了整个京城。原本我女扮男装违抗律令，是欺君之罪，但皇帝感念我立功，于是功过相抵，要父亲为我好好择一门亲事，这才选择嫁给了沈玉安。 若非世疾从权，我早已醉卧沙场，驰骋在疆场之上。恰好宫中的九公主也喜好此道，得知我痊愈后，她急急忙忙召我进了宫。于是，我束发进宫，当了九公主的武学师傅。九公主一直听闻过我女扮男装的事迹，十分羡慕我。锦书姐姐，不，宋师傅。 我终于见到你了，你以后教我武功好不好？我望着公主那张惊为天人的美貌，惊讶于她眉宇间的英气，不像是娇生惯养的公主。看出我的疑惑，九公主笑道：“我不想未来落得个只能去和亲远嫁的命运，即使是报答生我养我的国家，我亦想通过自己的双手。”我心生敬服。 公主好志气，臣一定竭力为你实现愿景。晨光初照，九公主早早便起来温好书，随我来到了练武场。她身着一袭素色的练功服，衣摆随风轻轻摆动，长发束于脑后，清丽脱俗。练了几个月，她的拳脚带起阵阵风声，每一次击打都准确无误。 仿佛身体已经和周围的自然融为一体。九公主额间汗水滴落，阳光落在她的身上，犹如披染金光，冲我灿烂的笑。师傅，你看我进步了吗？春夏秋冬，四时花开，她都不在意，而是一心跟我在练武场练功。公主天资聪颖，学什么都一点即通。 甚至文韬武略上要高于平庸的太子，因此备受皇帝宠爱，不惜为他遍寻天下名师，悉心教导。相熟渐深，他偷偷告诉我，自己的志向是匡扶天下，海晏河清。由于教导公主有方，我被封为了五品内宫女官，可参与上朝，甚至能与那些官员相谈甚欢。 这在从前是我想都不敢想的。那个离开已久的侯府，沈玉安并没有按照他的壮志遣散妾室，为了我守身守心，而是抬了林双月为继室。我听闻这个消息时，只是淡淡一笑。感情对于他而言，只有符合当下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。 既然挽留我不成，便理所当然让另一个女子成继。今日我去，明日他续之。什么情爱誓言，都不过是男人达成目的的手段而已。这几年我过得很好，在九公主的举荐下，我以军师之名参与了葱山道行军战役，还在主帅负伤时领兵出征，立了战功。 圣上特别册封我为飞凤将军，也是本朝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将军。在这个出嫁从夫、夫死从子的年代，身为一个已经出嫁过的女子，我的独树一帜震惊了整个朝野。那些部下们从一开始不服我，到最后对我心悦诚服，忠心耿耿。 在无人敢智慧，我惯会造作弄巧，只会些内宅阴损手段。而是交口称赞，他们只会说宋家满门忠臣良将，骁勇善战，连宋家嫡女亦是不遑多让，巾帼不让须眉。再次进京是我凯旋的那一日，陛下问我想要什么奖赏，我拒绝了策勋十二转。 用全部军功换取陛下修改历代延续下来的律令，从此大锦朝女子不必受滚钉板之刑，亦能主动提出和离。我披着这红色战袍，带着御赐金银珠宝回府，风光无限。虽脸颊和脖颈上都多了几道深浅不一的疤痕，可那是我的勋章。 这边庆祝凯旋，朱雀街的另一边却和沈府的出殡队伍撞上，冤家路窄。我微微眯起眼眸，勒住了汗血马的缰绳。关中是何人？属下三步并作两步去前面探明，回来禀报我。启禀将军，是沈小侯爷的夫人林氏。我讶异的挑眉。 没想到多年不见的故人竟然丢了性命。沈玉安一身素衣，正在为他的妻子出殡。可在抬眸看见我时，他的神情没有一丝哀伤。锦书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原来林双月早已染了花柳病，此番是惠及忌医，不治身亡。他在庄子里住的那十年。 之所以十指不沾阳春水，依然保持着肤白貌美，是做了多年的皮肉生意，徜徉在数个金主之间，这才酿成苦果。沈玉安抱着林双月的牌位丢在一旁，红着眼牵住我的马绳，求我回来。如今我才真真切切意识到自己委实错的彻底，唯有你才是真心待我。 锦书，我寤寐思服，想你和我的女儿，你们才是我真正的家人。我笑了，发自内心的嘲笑，并不曾下马，而是低低俯视着她。沈小侯爷真是贵人多忘事，忘了今夕是何年。舒儿连沈家族谱都不曾入过，何谈你的女儿？我指着地上被他丢弃的牌位。 你真正的家人是沈汪那个好儿子才对啊！沈侯爷在亡妻的丧仪上对别的女子大谈情深，就不怕她变成厉鬼向你索命？我身后的将士们纷纷忍俊不禁，更有人起哄道：“小侯爷当年宠妾灭妻，可是名扬京师啊，如今怎么还嫌弃起这扶正的小妾来了？” 莫不是那花柳病是你传给他的吧？沈玉安额间青筋暴起，张了张口，终究无言。红事遇白事，事者为大，我还是命属下们给他们让了路。当他男子的自尊心被当众打碎，我清晰的看到他眼底的眷恋，顷刻间化为了汹涌的恨意。如此善变的男人，何其可笑！ 更有甚者，在遭我拒绝之后，沈玉安竟在京中散布起了流言，说我倚靠的是爬上了皇帝的龙床才得此殊荣，并非实至名归。我派人查到这些时，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。沈玉安真是丝毫都不曾改变，被照顾得太好，一直捧在高位的他，经受不住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拒绝。 我回京以来，京中晴空朗星，杨柳依依。九公主已经出师，时常来与我一同下棋、谈史论今。她捧起脸庞，指尖落下一颗黑子，轻笑道：“师傅，你听说了吗？你从前那个继子昨夜被赌方打出来了，还打着你的旗号，非要见你呢。我后来才知道。” 沈玉安因为儿子沈旺沉迷赌博，为了给他还债，掏空了所有俸禄，终究是狠心不再替他偿还。那一日，沈旺破天荒跪在我的将军府前，将头磕出了血。一向对我厌恶如他，不惜装模作样多年，可见是走投无路了。将军，此人到处宣扬是飞凤将军的亲子。 那些赌方才肯赊账给他，他竟还恬不知耻找上门来了。我挥了挥手，示意侍卫下去，出门看他。多年不见，沈望已生得黝黑粗壮，肥头大耳。他少时聪颖伶俐，可出口成诗，却不服我的管教。如今已泯然众人矣。见我出来，他膝盖又向前挪动几寸。 涕泪横流，母亲，母亲救我！我是你最疼爱的望儿啊！你怎么忍心看着我沦落至此？是望儿啊！我温柔的蹲下身，看清他眼底的希望和算计，轻声说：“你记住，从你背叛我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失去了你的母亲。这世上再也不会有人如对待亲子般待你了。” 他目光中燃起的希望，一瞬间化为齑粉，空洞绝望，整个人像被抽去了魂魄。半晌，软绵绵的被人拉了下去。我命人将他送去赌方，以身偿还。赌方折磨人的手段有很多，相信沈望一定会自食其果。另一边，因为沈望欠债数额巨大。 即使是偌大家产的侯府都支撑不住，竟还能撑持到今日。我暗中调查这一点，发现沈玉安果然利用宁安侯的名号卖官鬻爵、收受贿赂。皇帝最恨一个贪字，而我更是一纸御状呈上，并提供给了官兵沈府密室的位置。可令人万万没想到。 还没等处置的密旨下来，他的亲生儿子竟做出失智之举。沈望被赌方的逼迫下瞎了一只眼睛，甚至跛了一只脚。因为愤恨沈玉安不肯替他还债，争吵不下，他狗急跳墙，竟一剑刺进了自己父亲的胸膛，又连捅数刀。随后搜刮家中的所有银票金、金锭，数窜而出。 结果还没出城，就被官府捉拿住。而沈玉安则因为重伤至心脏，失血过多，永远倒在了血泊里。他死在了他最疼爱的亲生儿子剑下。我得知这个消息，沉默良久，恍惚间映出新婚那夜烛光下的一双新人眉眼。沈玉安虔诚地握着我的手，锦书。 我娶了你，只会对你一个人好，此生别无他求。若有为是，必不得好死。他终究实现了昔日诺言，虽接连胜仗，可匈奴依然虎视眈眈，危害大景国境安全。我决意前往边关，和哥哥一起戍边。这一次，是我们兄妹并肩作战，在一个寒风瑟瑟的夜晚。 我策马归来，站在草原的云杉树下，跟哥哥畅谈。哥哥，从前有人告诉我，女子无才便是德。这世道的女子只能相夫教子，不可能施展才华抱负。可我如今做到了。宋云逸摇了摇头，我从未这么觉得。至少锦书，你绝非如此。你的征途比我更远。 你天生就应奔驰在这广阔天地。我仰头灌了一口酒，擦去嘴角的晶莹。听说太子昏诺无能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陛下有意废掉太子，改立九公主为皇太女。九公主文韬武略皆有不凡之才，是你教出的好徒儿。果然都是古今奇女子也。喝酒。 我与哥哥相视一笑，邀明月共饮。数年过去，我在边境屡建奇功，已然是赫赫有名的女将军王。我带领的军队被誉为不败之师。为了奖励我，我的女儿玉书被圣上封为柳兰郡主。柳兰是边关的一种花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仍能野蛮生长。春日里。 舒儿寄来的书信中说：“娘亲，谢谢你为我撑起的底气。我不愿成婚，亦没有人敢智慧，得以自由逍遥，敬望春安。他与我不同，更偏爱从商之道。有了俸禄，便开始北行游历，在那些与番邦人的茶马丝绸交易中如鱼得水。可我们本质上又何其相同？” 同样都是为了追求本心，不拘一格的女子。写完给女儿的回信，我在原野上放飞了信鸽，望着那灵动的身影扑扇着翅膀，隐没进无垠的风中，不禁勾唇。远方，鸢尾正盛，春山如黛，草如烟。故事二，我两眼一闭一睁。 发觉自己竟然被倒挂在了河边大树上，头顶下是浑浊翻滚的洪流，身上还皮开肉绽，没有一处好肉，像只牲畜一般被圈困在竹壁笼子里，动弹不得。呜呜！我以后再也不通宵熬夜看小说了。猝死以后还要被迫穿进这个鬼地方，我越发挣扎。 缠绕在壮硕树枝上的麻绳愈发有松动的迹象，吓得我欲哭无泪。有人救我吗？没人的话，系统也可以的呀！我扯破了铜锣嗓子呼喊，回答我的只剩一片荒林间的萧索寂静。不会吧？穿书不都有系统陪着的吗？现在怎么到我这，连个破系统都没的？我怒火中烧。 中气十足的大声控诉，然而还是没半个人理我。万籁俱寂，垂头丧气之际，明显的思想异动声吸引了我绝大部分的注意力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一条身形有成人三指粗的三角头蛇，正缓慢顺着捆绑住我的那根树枝攀附而来。 树瞳里泛着冰凉骇人的冷光，不间断的吞吐信子，黏腻毒液沾满所经过的褐色树干。我顿时噤若寒蝉，心下祈祷他，忽视我的存在，后背冷汗连连。可我通体遍布猩红血迹，很难不激发毒蛇的嗜血本性。它盘踞在离我不远处的枝丫上，看我如同腹中之物。 蓄势待发，我浑身站立不止，大声喊叫起来：“独有人能出手相救，救命啊！有蛇要吃我！”话音未落，疾驰而来的箭矢萧然射中青蛇七寸，将其射入水中。温热鲜红的血液虽未喷射掉落在我肌肤上，却也是近在咫尺，头皮阵阵发麻。 惊愕恐惧中，缓慢呼出一口浊气。视野受限，我看不见来人。兄弟，老铁，谢谢大侠的救命之恩。可还未听见射箭人的回应，就见人厉声呵斥：“大胆！小小平民怎可与镇国大将军称兄道弟？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份！”我勒个豆！ 我穿的还是本古言小说，希望我在这的身份能是个世家小姐或者皇室公主之类的，要不然日子肯定忒难过。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烦请将军好人做到底，把我给放下来吧。我语调尽显卑微和讨好。落地之后，我才发现大树周围围满了年轻力壮的士兵。 他们口中的大将军，正是眼前手持长缨枪、跨坐在红棕马背上的壮汉。我目光忍不住在他傲人的身躯上逡巡，嘴角莫名上扬。嗯，目测有八块腹肌，嘿嘿嘿，肯定很好摸。科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家在何处？所犯何罪会被人绑在这？ 许是我眼神灼热滚烫，一直盯着他某处看，令他万分不自在。他问话时耳根微红，有意避绕开我站立的方向。我这才回过神来，细细打量自己的穿着打扮，不过好像看不出啥东西来。身上布料所剩无几，头发也全部披散。哈哈哈哈，这造型还挺像现代人的。 如果没被黑红的血迹浸染，就更像了。我不知道，呃，我无处可去，无人相依，无力自保。不是吧？这该死的肌肉记忆！谁知道追剧的时候嘴贱学女主说的话，会在这脱口而出？我正尴尬的脚趾扣地，那将军好整以暇的注视我良久。既如此。 你以后就跟着我。好的，收到。我屁颠屁颠的走进到他身前。圣哥，在原来刚才怒斥我的男子叫圣哥，想必就是将军侍从了。去附近的农户家买身女子的衣裳来。将军吩咐完，他又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。等圣哥买完衣衫回来，就立马换上。 这般浪荡穿着成何体统？哥们，我身上的不就是裹胸小吊带和超短裙吗？至于骂你？后来因为受不了自己臭烘烘的，我闹着要洗澡，谢长英只好让军队在此处驻扎整顿。他陪着我去河边洗，可说是陪，他却全程紧闭双眼，像个木头一样杵着。 待我换上干净的粗布麻裙，简单给如瀑长发编了个麻花辫，谢长英才敢睁眼看我，眼底是毫不掩饰的惊艳，这才像个女儿家的样子。他欣慰地冲我点了点头，径直往营地走去。喂，你刚才那个样子，好像我爹哎，跟个腐朽的小老头子一样。 我在后面边跑边笑着调侃他，谢长英也不恼。你还有爹？你刚才不是还说自己无处可去吗？我顿时讶然，眼眶不禁泛红酸涩，脚步沉重，有点想家了。呜呜呜！也不知道老爸老妈接不到我电话会不会着急上火？想吃老爸做的油焖大虾。 还有老妈织给我的围巾也快完工了。谢长英见我满脸落寞难过，调转了头过来寻我，一把把我捞入怀中，脚步一深一浅的在滩涂上稳步前行，独属于男人浓烈的气息严丝合缝的包裹住我。谢长英骨相优越，眉眼深邃，下颌角分明。 恐怕是多少高门贵女的梦中夫婿。我跟随谢长英的军队一路南下，直至边疆地界。一国军队压境挑衅，当今圣上下令谢长英率兵出征，一举歼灭，以示国威。战况焦灼，我方军队不善于盘山峻岭间迂回作战，导致伤亡惨重。祸不单行。 后方押送粮草的行军也在松木山谷中了敌军埋伏，粮草被洗劫一空。谢长英已经几天几夜都没合眼了，吃点东西吧，我特意给你做的。我端着食盒走进谢长英的营帐时，他正用手掌撑着紧皱的额头，满脸疲惫，眼下一片乌黑。 拿开桌上成堆的作战文书，灯花恰时噼里啪啦地炸开，跳跃的橘黄色灯影倾泻在他俊俏却暗淡的面庞，为他镀上柔和光晕。我还哪有心情吃饭呀？没有了粮草，将士们都饿了好几天了。他语调轻柔，其内却掺杂了无数的情绪，有对手下的愧疚自责。 也有对战败的担忧、害怕。噔噔噔，快猜猜这是什么？我故作轻松的打开食盒，拿出里面新鲜出炉的西红柿炒鸡蛋。鸡蛋是我去几公里外的集市上卖了这几天绣的手帕样式赚来的。我洋洋得意的叉腰说道，水润的眼眸里竟是细碎闪亮的星子。这个红色的果子可以吃的。 我上山采菌菇的时候，发现了不少好东西。谢长英霎时间拿过我白嫩纤细的手掌摩挲查看，有些愠怒着急：“不是让你安心待在营地里，别乱跑吗？还弄得自己的手破了这么大一个口子。”他小心为我上了一些消炎的药物，还不忘趁我不注意，猛地弹了弹我的额头：“你呀、啊。” 先前那一身伤还未养好，现在还敢一个人上山？你非得丢了小命才长记性？我略感心虚的挠了挠毛茸茸的脑袋，嘿嘿傻笑。再不吃菜就凉了，你不吃我可先吃了呀！我拿起筷子大快朵颐，熟稔的酸甜滋味在口腔里迸发。哇，好好吃，就是这个味道。 谢长英看我吃的开心到像只小兔子一样上蹿下跳，被我勾起好奇心，浅尝一口。见而两人默契的不置一词，手下动筷子的速度越发敏捷。第二天，谢长英就派给我一支后勤队伍，加上亲信圣哥陪同上山打野。大山里到处都是宝贝。 采摘完大片野生的成熟番茄，我又带着众人发现了一地的野山椒，在松针林里还采了不少见手青。路过木薯树丛，指挥士兵们挖出来不少根茎。此时，圣哥带着几个人和我会合，大家手里都提着猎来的野鸡、野猪、野兔之类的野物。 返程路上，我竟然还发现了山坡上有好多野生土豆，还有几棵芒果树、番茄、野山椒和见手青，颜色都极其鲜艳。当地村民都视为有毒之物。至于像木薯这类的根茎，除非闹饥荒，不然没人会冒着未知风险挖这个吃。 当地人主要种植稻谷、红薯和玉米等粮食作物。上次集市上也未见土豆身影，想来应当是当地人觉得土豆寡淡无味，随意丢弃留下的种子。我兴冲冲地跑至植株跟前，万分确定就是奶奶每年都要种十几畦的马铃薯。快来帮忙！ 像是看见从天而降的救星，我等不及似的卷起裙摆，往其腰深的草丛里蹒跚走去。众人见状，连忙学着我的举止，拼命在松软的土地里翻找、挖掘宝物。带着六个麻袋的土豆和三个麻袋的芒果，加上打猎到的野物和采摘到的蔬果，满载而归。 在营地里支起大铁锅烧水，圣哥帮忙劈柴生火。后勤队的兄弟一起把野猪抬到木板上，大家烫猪、剃毛、分割部位，进行的有条不紊。他们把野猪的猪蹄宰剁好后，我正好洗净土豆，将其扔进柴火里微烤，锅里冒出青烟。 扔进去一大块肥肉，煸炒出猪油后，下入猪蹄翻炒，加入野山椒和盐调味，大火炖煮一个时辰。开盖后，猪蹄鲜香麻辣，肉香四溢，吸引了不少早已饥肠辘辘的将士驻足围观。紧接着，猛火多油快炒，一大锅见手清炒山猪肉也熟透出锅。 那夜，将士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味觉盛宴。每人手里拿着几个香甜软糯的烤土豆，两大锅新奇猪肉菜，吃得他们满嘴流油。饭后还有山泉水冰镇了的酸甜红果子和黄果子。虽然那黄果子，胜哥轻抿一口便唇齿发麻红肿，我听闻赶紧解释这是过敏。 大家吃黄果子先浅试一口，如若兄弟们吃了这个黄果子像圣哥一样，千万不能再吃。靠着这些大自然的馈赠，我方将士得以终日饱腹，士气大涨。谢长英在屡次作战中也逐步得出经验教训，决定反将他们一军。在山上的土豆被我们挖得所剩无几的时候。 前方传来捷报，将军带领众将士设下圈套，声东击西，虚晃一枪，直捣敌军老巢。不久后，支援的粮草也顺利抵达我军营地。那这些剩下的木薯和土豆啥的怎么办？我盘坐在营地的仓库内，有些丧气的托着腮，自言自语：“军医，姑娘。” 快来看看将军！将军他浑身是血的晕过去了。来人不是圣哥是谁？他神情焦急的，一边抱着昏迷不醒的谢长英奔走，一边高声呼喊我：“怎么回事？”我连忙跟随他的身影进到将军营帐内，只见谢长英胸腔处直挺挺的插入箭矢，嫣红血液像汩汩泉水般涌流出。 我吓得不自觉地阴湿了杏眼，流下两行清泪，颤抖着手用贴身帕子给谢长英止血。步履匆,匆忙的军医紧随我之后，慌乱而至，面色苍白阴沉。等到拔出谢长英体内的箭头，军医老头的脸色依旧。这箭上有毒吗？我试探性地询问道，心下却祈祷。 答案是否定的，不然谢长英死了，我又得千方百计找个大腿抱。不仅有毒，还是水月江族的蛊毒，一旦发作，中蛊者会经脉错乱，直到爆体而亡。老头手里正细致的给谢长英敷药包扎，轻叹一口气后，语调突变，希冀的望向我。然而古医书上记载。 中此蛊者，如果有心上人，以其鲜血每日喂养体内蛊虫九十九天。军医老头支支吾吾的看向在场的圣哥，其余人欲言又止，并且在此期间，在此期间，呃，圣哥意味深长的瞥了一眼我犹豫踌躇的神色，心下了然，带着众人退出营帐。 在此期间，两人多次云雨，方可将蛊虫引到姑娘身上。不过，姑娘放心，你身上没有伤口，蛊虫不会威胁你生命。届时，老头子会为你引出蛊虫。顾老头子面容严肃的想要下跪相求，我赶忙起身阻止：“顾老不必如此，我会帮将军的。” 我换来圣哥问清事情原委，原来这毒箭本应是敌军将领罪有应得的桃花债，怎料谢长英斩杀敌军将领头颅时，暗处射箭者杀红了眼，同时命中两人。那风流成性的将领当场命毙，谢长英则因着圣哥反应机敏，堪堪捡回一条命。 最近几个月都别让人靠近将军营帐。我嘱咐完胜哥，便想回去照顾谢长英，最好醒了刚好看到我衣不解带伺候他。刷刷，将军好感总没坏处，不是？嘿嘿，我真是个心机女。好姑娘，其实你也不必勉强自己的。啊！我还以为你会劝我救你家将军。 我明显分外讶异，晚风扑面，卷起我青绿色的纱裙衣袂。无妨，谢长英他待我还算不错，何况当初他也救过我的命，不是吗？营帐内烛火通明，谢长英悠悠醒转。嗯，你醒了。我试图努力睁开迷蒙朦胧的双眸，梦中呓语般轻哼一声后，惊喜叫嚷出声。 嘘，夜深了，别吵醒了他们。夏虫在寂静深夜的鸣叫声有序而清晰。昏睡多日的谢长英嗓音低哑缱绻，不复往日的清脆利落。怎么不去榻上睡？没必要一直在我床边守着我。谢长英澄澈的眸子紧盯着我清丽娇嫩的面容，瞳孔里透露出心疼怜惜。 你知不知道你中毒了？中的还是蛊毒？我正打算厉声数落他的麻痹大意，男人宽大的手掌悄然抚摸，直住我的后颈，密密麻麻的吻落在我面庞，带着热意的薄唇堵住我的呼吸，肆意汲取我口腔内的空气和水分，攻城略地般侵占，难舍难分时搅动牵扯出银丝。 我知道，你和顾老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隐秘湿润的情欲，像是月色下的潮汐，在谢长英的脑内翻滚奔腾，席卷他酸涩膨胀的心脏。囡囡，我喜欢你，我不在乎什么蛊毒，可我在乎我的心上人。他竟瘦有力的手臂将我拽入他怀中，坐于他肌肉线条流畅的大腿上。 瓷瓶内的茉莉香气沁人心脾，表白引诱的话语紧贴着我的耳廓跳入，我像是偏离航线漂泊在碧绿色湖泊的一叶扁舟，随着附在我身前宽胸窄腰的男子动作，辨别雾霭中的方向，直至朝阳初霁。 白瓶里的茉莉花和墨叶里的露水纠缠交融之后，舒缓展开，内里紧实包裹住的花苞。谢长英不怨我再受皮肉之苦，坚决反对我未写给他。我只能做事拔下头上的银簪。男人见我决绝，只好妥协，但每日必定吩咐圣哥去集市上买最新鲜的猪肝给我炖汤滋补。 听闻当归红枣炖蛋也有补血功效，更是亲自熬煮喂到我嘴边。过几日我们便能回京，你可愿跟我回京都？我许你做将军夫人。谢长英伤势好转，即将痊愈，而我体内的蛊虫也早就被取出。虽他言语间并无戏谑，含情脉脉地看着我，然而男人的嘴。 骗人的鬼！更别提古代男人大多三妻四妾。好呀，京都是不是可繁华了？是不是好多好吃的好玩的？嘴上向往京都的熙攘繁盛，到底还是想弄清自己的身份。京都十里长街，百姓欢呼着迎接他们凯旋的长胜大将军。忠勇义侯府门口。 衣冠华贵的老妇人和中年妇人已经翘首以盼，等候多时。我儿啊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两人终于等到回宫复命后归家的孩子，激动到不禁眼含热泪。我乖乖跟在谢长英后面，无聊的叩指甲上的倒刺。众人鱼贯而入侯府府邸。 顷刻间，那中年妇人的贴身婢女毫无征兆的狠甩了我一巴掌：“好你个贱蹄子！我道你怎地突然失踪不见了？原来是偷偷勾引攀附上了世子爷。”他面露腾腾杀意，散装的各处皱纹此刻竞相聚拢在一起，浑然像个西幻世界会煮毒蘑菇汤害人的丑恶巫婆。 还未等我反应过来，回山他，他手戴佛珠的中年妇人率先威严开口：“秋荣，怎么回事？”“回夫人，这件蹄子名叫云丽，本是咱们院子里的二等丫鬟，后来因为犯了事，被我贬成负责洒扫主院的。想是这丫头不服管教，当晚便不见了踪影。” 谁成想今日竟跟着世子爷回来了，那也不能动不动打人，叫旁人听了去，还以为侯府苛待下人。谢长英他妈轻缓出声，端地是一副菩萨心肠的模样。老奴一时糊涂，还请世子爷见谅。谢长英正愣半瞬，有些为难的紧盯着我被打到红肿痛麻的左脸。无妨。 委屈、惊吓和失望，千丝万缕地填充我剧烈跳动的胸脯。原主居然是个丫鬟，老巫婆随便打发了个丫鬟领我至原主的房间，说是房间，其实就是十二人大通铺的下人厢房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清纯剑货吗？你居然还活着？怎么？ 没勾引到达官显贵，又灰溜溜的跑回侯府当奴婢了。为首穿着最为贵气的红衣女子，一看见我就开始讥诮嘲讽，可不是吗？当初邱默默的表舅家妹妹的侄媳妇，二叔家的小儿子，吵着闹着要娶她，人家当初那叫一个宁死不从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爬上了哪位世家公子的床呢。 头戴金钗的蓝裙女斜睨着我，妩媚俏脸上尽显对我的鄙夷。我有意收敛锋芒，伪装自己还是那个懦弱胆怯的原主。几日后，便大致明了当初原主的艰难处境。忠勇一侯府如今一直是夫人管家，太夫人常年缠绵病榻。 两个女人的丈夫先后战死沙场，谢长英是现今侯府独苗，秋荣作为夫人的陪嫁和心腹，更是紧握住管家执行权。因着原主不愿每月贿赂讨好秋荣和其他丫鬟拉帮结派，后来更是强硬拒绝和秋荣亲戚结亲，被他怀恨在心。 众人欺负原主是从人牙子那买来的，没有母家作为依靠，就连最低等的夜香女也踩在他头上，颐指气使的使唤他洗公桶，更甚至合起伙来下药诬陷原主意图爬床。夫人大发雷霆，下令陈和，母亲云丽，她受伤失忆，并不记得自己的身份。 何况行军途中，是云里以血为引救治了孩儿性命。孩儿在此恳请母亲将云里调入孩儿院中。在雅景院主屋外跪地等候时，我便听见里屋谢长英的恳求。没想到这小子还挺有良心，去他院子里打工就可以远离老巫婆了。嘿嘿。 我昨日才想起来，先前我下令陈和的那个丫鬟就是她，一个妄想爬主子床、飞上枝头变凤凰的贱婢，不堪入流。锐利破碎的瓷器声应声而至，气氛顿时剑拔弩张。正当我被烈日灼烧的心烦意躁时，老夫人被人搀扶着拄拐前来。什么不堪入流啊，淑芬你啊！ 尽做些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美梦。听说老世子当年就是庶出，并且还有过四五个通房妾室。语毕，我被唤入清凉冰爽的屋内，跪地行礼。这丫头长相清秀伶俐，身子骨一看就好生养。我看不如抬她做婴儿的通房吧。老夫人慈眉善目的端详、抚摸我的面容。 满意地点了点头。婴儿虽是娶妻尚早，却可早日内妾，也好早点让我这把老骨头享天伦之乐呀！我震惊的悄然望向端坐上方的谢长英，他回以安抚淡然的眼色。碍于婆母的意思，谢长英他妈面色乌青，却不敢有半分忤逆。简单的收拾过后。 我顺利住进了谢长英隔壁的小院子。秋荣即便心生愤懑，也不敢擅自踏足未来主君的地盘撒泼找茬。谢长英回京不久，有诸多政务要处理，每日早出晚归。我倒是乐得自在，在院子里修造荷花池，池边种了不少绣球和月季，晚霞衬映，花团锦簇。 搭建葡萄架后，又移栽了一棵树冠玉葱的海棠花树，树下放着竹编躺椅，整日要么待在小厨房里捣鼓蛋糕甜点，要么盘坐在花丛中连笔行画。粉紫色的霞光漫天，借着黄昏余晖和凉爽微风，我正准备在葡萄架下煮火锅。娘子，日子过得好不惬意。 看得为夫都羡慕不已呀、啊！谢长英不见其人，先闻其声。多日来，他总是携着满身倦怠，躲进我的小院里。哦，你来的真是时候，我正煮火锅呢，还做了桂花糖藕。他轻车熟路的从厨房里拿出洗净的碗筷摆好，两人畅快对饮我新酿的杨梅酒。 此刻的我们，如同现代寻常的夫妻一般，丈夫下班回家和妻子一起同桌而食，一年四季三餐两人过着清欢平淡的日子。我本想就这样安分老实的摆烂，争取做个吃喝不愁的姨娘就好，哪怕终生被困在四四方方的一亩三分地里。但到底明镜一碎，梦醒花落。 同是穿越女的兰陵死了。几月前的山西节，我偷偷乔装翻墙出府，扮作乡野村妇，躲过沈淑芬耳目，采买摘星阁最新推出的新品嫣红胭脂和牡丹香粉时，无意间和兰陵相撞。那时正巧是游行祈福盛典开始的时间，承接百姓们都蜂拥而去。 从二楼厢房慌乱出逃的兰陵下楼时不慎崴脚，身体不受控的向我扑来，我屁股皆是倒地，上身不堪重负的承受着兰陵整个身躯的重量。我靠！你还不从我身上下来，我肋骨都快断了！我狼狈倒地，竹筐里的胭脂水粉也尽数清洒污染，奇变偶不变。 身穿波斯舞女裙的兰陵，登时眸光晶莹，忐忑期待地等待我的下半句。符号看象限，我尚未思考的脱口而出，停滞几秒过后，激动地握住兰陵细小的手腕，在原地活蹦乱跳。两人都眼含热泪的相拥在怀，像是找到互相的救星，胡囵的说不出话来。 我神秘的拉过兰陵到附近僻静的小巷处，你怎么穿进来的？是被什么人在追杀吗？慌里慌张的，哎，别提了。兰陵明艳侧脸附在我的左耳边，轻声丧气的回道：“我本来好好的走在大街上，结果一不小心被雷劈了，然后就……”听到这，我不厚道的忍俊不禁。 穿进来就算了，我竟然只是个礼部尚书家的小姨娘。那混世魔王还每天寻花问柳。今天他派小厮跟我说，来摘星阁给他五十两银子，他就把奴籍给我。我实在太想离开这个鬼地方了，哪怕是自己做买卖，我都不要在这当奴才。 想着试一试，结果他不仅劫财，还想把我送给糟老头子。我一时气急，就砸晕了他。那你回去可怎么办？我仔细消化完信息，急忙担忧他的后路，怎么办？我也不清楚。兰陵紧皱着眉，思索良久后，也依旧迷茫。要不我帮你顶罪吧？ 我是钟勇义侯府家世子的通房，我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吓急了兰陵。不行不行，你地位还没我高呢。再说了，我不能连累你。看来是个心地纯良的姑娘。不过姐们，你说话倒也不必这么犀利。那你万事小心，如果有什么是我能帮上忙的，就去侯府后门找我。 这句话我倒是真心实意，有人依靠相助，总比单打独斗要好。可没等来兰陵的信件，却等来了他的死讯。我不顾一切地冲到尚书府，想见他最后一面，不惜重金买通守卫。冰冷的尸体一览无余地横冲直撞我的眼膜，面前人僵硬蜡黄，不复生气。 他的贴身丫鬟私下透露，是那纨绔新娶的嫡妻，性情泼辣狠毒，害死了兰陵。我暗地里派人去查，事实却是如此。我醍醐灌顶，不愿再在清醒中沉沦，果断筹谋跑路。侯府内红绸飘扬，人声喧闹。 我在小院里偷感很重地趴在地上挖我藏在树根底下的细软，顺带挖最近刚酿的小麦果汁，耐心地数着珍珠项链、翡翠玉镯、各式各样的钗环不，不摇，掂量金银重量。这些积攒了半年之久，我总是故意勾起往事，让谢长英对我倍感亏欠。 他便把众多稀罕珍宝流水般往我院子里送，把东西归还，放置到原处。我一边粗鲁的大口喝着小麦酒，一边兀自决定启动跑路计划。此时不跑，更待何时？咱们这种从小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穿越女，肯定斗不过从小见惯了明争暗斗的高门贵女。 更何况他爹的谢长英娶的可是一国郡主，等她嫁过来站稳了脚跟，有了管家权，第一个被开刀的肯定是我。漆黑夜色下，整个侯府张灯结彩，锣鼓喧天，心腹已被送入洞房，我换来小院中仅有的几个丫鬟，在海棠树下摆宴共饮。 好让平静恬淡的小院也沾染上新婚喜气，更为了不惹得主母猜忌。微醺后，一个人倚坐荷花亭，瞧见融融月色倒映在池水中，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场空。娘子所言何意？满身氤氲酒气的谢长英乍然从身后环抱住我的腰身。 我慌张掩饰，略带责备的规劝脱口而出：“你怎能来我这？待会就回去，让为夫抱一抱你。”男人本就皮囊出色，穿上热烈张扬的喜服，更显俊朗干净。谢长英说话算话，没依偎多久，便晃悠离去。第二日，我特意早起，没睡到日上三竿。 奴婢云丽给夫人奉茶，祝世子和夫人永结同好。练习了半月的敬茶礼，我的举止总算不再磕绊奇怪。听说世子极为宠爱你，虽说明面上还是个通房，可吃穿用度全然是姨娘的规格。来了来了，古装剧的经典桥段，新晋的主母敲打原先娶的姨娘妾室。 有的还会故意让妾室端滚烫的茶水。我微抬杏眼看向主位上的妙人，峨眉秀眼，粉面桃腮，宛若谪仙。啊！美女贴贴，小姐姐，你就像是香香软软的水蜜桃小蛋糕。我内心激动万分，目瞪口呆地盯着主母的漂亮脸蛋，垂涎欲滴。 姐姐你好美呀！主母闻言，立刻不慎将刚入口的茶水尽数哗然喷出。她身边的侍女见状，正欲发作训斥我，却被她冷厉的目光制止。你这小姑娘倒是有趣，本郡主自然是世上不可多得的角色。她柳叶眉微挑，笑容明媚中添了一丝邪气。 水润的柔仪抚过自己未施粉黛的眉脸，怪不得谢长英那个老古板喜欢你，就连我见你第一面都对你生出了怜惜呢。说话间，他慵懒的走近，并弯腰俯视我，用牡丹金簪勾起我自觉冒失后拼命低垂的脑袋。嗯，这张脸也是憨态可掬，不如我做主抬你当姨娘。 就这么定了，抵住我圆润下巴的金簪顿时被撤走，一如它的主人性情捉摸不透。等回到我的汉淡院，本人失魂落魄的躺在绣球花丛里的青石板上，猛了很久。沈淑芬现在肯定知道萧国郡主裴珏烟把我升为姨娘的消息了，怎么没见她有啥动静？ 不过也是，论起身份地位，别说他了，就连谢长英也不如裴珏烟尊贵。之后的两个月里，谢长英和裴珏烟都很忙，一个忙着处理繁琐纷杂的军务政要，整日混在摄政王府里不回家；一个忙着收拾以秋容为首的丫鬟婆子，要么把他们乱棍打死，要么卖去青楼。 我当时趴在苔藓变生的偏僻墙角，偷听到那些人被棍棒打到哭爹喊娘的求饶声。一开始觉得万分解气，谁叫秋荣那个老巫婆害我差点被蛇咬死、被河淹死？可后来目睹见儿他们个个被打到血肉翻飞后没了活人气息，倏忽间毛骨悚然。 好似将来某一天，自己也会被强硬按在砧板上开膛破肚。经过一番洗礼，侯府下人全被换成郡主的亲信。裴觉燕还毫不遮掩的把沈淑芬赶去郊外佛堂抄经念佛，从此和青灯相伴余生。老夫人在谢长英成婚后才驾鹤西去，算是喜丧。 那日敬茶过后，裴觉烟没再传唤过我，我也乐得轻松，平淡度日，等待时机。深秋时节，光秃的柿子树上挂着许多黄澄澄的诱人果实，装点了无趣灰蒙的天空。今天是有阳节，城朝百姓们清点收成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的重要节日。 裴觉烟今夜难得出门游玩，稀奇的是，好像带走了所有的府中下人。我在各大院中来回溜达试探，竟然确确实实只剩我一人。来不及管是否有诈，我迫不及待的朝着裴觉烟的院子拔腿就跑，蹑手蹑脚的在主屋内的隐蔽暗格里翻找，居然还真的给我找到了自己的奴器。 我伸手将其细致放入我的鞋衣里，随后拢紧肩上早就准备好的包裹，一路抄小路往京都西边的河阳渡口狂奔。我故意穿的破烂蓝褛，并用泥巴稍加糊脸遮挡相貌。只要顺利坐上南下的官渡船只，一路跑到江南，我就可以发挥聪明才智，安身立命。 再也不用随时随地担心会被打死，也不用被迫当生育的替死鬼，想想就开心。逃跑的路上，连冷风都带着饴糖般的香甜。乌篷船上已然或坐或站着众多身着麻格的市井小民，大多是做些小买卖的漂泊商人。我若无其事的躲藏在他们其中。 有的甚至嫌弃我脏污的打扮，故意赶我到人群后边。如此更是正如我意。奈何船只迟迟不肯发船，弄得众人怨声载道。我心下愈加焦急。忽地听见沉稳阴冷的男声从渡口岸边传来：“云丽，还不快出来？你可真让为夫失望。” 坏了！前面那个行船的人和先前见过的圣歌侍从长得一模一样。船只靠岸，我认命的走出船身，忐忑的望向一脸阴鸷的谢长英。陈协爱妻见过陛下，见过皇后娘娘。谢长英还穿着浸满污血的盔甲，紧紧缠住我的细腰，牵引我跟着他怦然跪地行礼。 我恍惚间抬头望向面前两人，结果让我瞠目结舌。这不是摄政王周景业和侯府主母裴爵烟吗？我神色呆愣的模样惹得裴爵烟妩媚一笑：“小丽儿，怎么样？惊喜吗？”他还是那副金贵懒散的姿态，微凉的手掌在我小巧的圆脸上游走。 难怪谢长英天天往摄政王家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有情况，还以为谢将军心上人是多么国色天香，值得你如此这般呢。没想到却是清汤寡水。身着蟒纹暗红色的青年，容貌美得雌雄难辨，很符合传闻中阴郁风批的形象，不是哥们？ 我承认你们一个个的都生的好看，但你也别讽刺我吧。臣恳请陛下看在臣从龙有功的份上，下旨为我和云丽赐婚。我正心里吐槽，听完下意识看向谢长英认真坚毅的侧脸，此时脑子里一团浆糊，不知喜忧。直到新皇登基那天。 我被皇后培珏燕赵，进宫里接旨，陛下不但给你们赐了婚，还封你为平越县主，算是对你那位老古板的补偿。毕竟兵变那日，谢长英给陛下挡箭，命悬一线，幸好胸口有金锁，没伤到要害。说起来，你们到底怎么认识的呀，小丽儿？他之前还拜托我帮你惩治刁奴。 哎呀，谢长英性子虽说古板了点，倒也是个真心爱护你的。裴觉烟有一搭没一搭的同我讲述兵变期间的凶险，他和摄政王互相取暖、争夺大业的故事，我听得格外专注。原来谢长英这个家伙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记得。我送他的那把金锁做工粗糙。 她也日日贴身佩戴。原来我之前的担心都是多余的。裴珏烟嫁入侯府，也只是夺权中的一环。空虚懵懂的心脏，像是突然涌入汹涌盛大的海潮，酸涩沉重。我激动之下，情不自禁的连续呕吐，惊得裴珏烟赶忙唤来太医诊脉。回娘娘、夫人，这是有喜了。 已有三月有余，胎象平稳有力。裴觉焉重赏了白胡子太医，喜不自胜。看样子你和谢长英是互相爱慕，如此我就放心了。他又自顾自地开始揉搓我肉感十足的面颊，我错愕地抚摸微微隆起的小腹，还以为肚子是这段时间好吃懒做吃胖的。 裴觉烟命人精心补办的新婚夜里，谢长英面朝我侧躺着，灼热薄唇贴在我耳边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但你永远都别想离开我。”我笑得温婉，浅浅梨涡浮现在谢长英明亮炽热的瞳孔里。“好，不离开，为了你和我们的孩子。” 反正都是侯府主母平月县主了，还有个皇后是手帕椒，有吃有喝，有钱有闲，还有爱我的纸片人。没系统的话，就算灵魂回到现实世界，身体也无法复活。咕噜咕噜，空空如也的肚子在此刻突兀响起，我羞涩一笑。 我们家的大馋猫、小馋猫折腾了一天都没时间进食，肯定饿坏了。谢长英难得幼稚的调侃道，毫不犹豫的起身穿衣，前去小厨房准备吃食。来喽，女儿，快尝尝我做的油焖大虾。他温柔说着，满布厚茧的大手耐心的给我剥开每一只虾，顺势喂到我嘴边。好吃哎！ 我惊喜地夸赞道：“居然和老爸做的味道很相似，好吃的话，以后我天天做给丽儿吃。”谢长英，我连起盈盈笑意，郑重其事地盯着谢长英清亮眼眸，一字一句说道：“我叫华云离，云是芸芸众生的云，不是云朵的云；离是离开的离，不是流离的离。告诉了你。” 我在那个世界的名字，就意味着我不会主动离开你。谢长英顷刻间了然于心，坚定地许下诺言：华云里，我谢长英心悦于你，会一辈子护你爱你，永生永世不负卿。